如果有人猜出，比方说这场掉下来，来，你，就是跟心脏病一样，如果你知道牌，你把它压下去，你压，你现在示范，压一下，你说是一，对，你说 S， 那他们就怎样？他们就没讲，知道吗？没有，待会就是想答，跟心脏病一样。好，我开始了哦，来抽一张，那我待会逆时针问哦，来，我先抽一张出来，来。你有 J 吗？没有，换你问他。他说比我高。有哇，你身边剩下三而已。来，换你问他。你不要，不可以讲。哎，你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你跟他讲，他怎么会出问题？没关系，就是要练你的头脑。这尔虞我诈。不要接他问。你会输很惨哦，来，赶快。输了也要点。来看看。慢点，不要再点。我们多少？来，鼓掌！活动结束才能拆下来，你又输了，来 ，OK。